in the shacks.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丸，欢迎来到今天的模型开箱。看到这个片头呢，大概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啦，那没有错啦。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组装这一只 Figurize Lambo 钢弹创斗者的星野文奈。这一只呢，在当初出版，也就是第一版的时候，魔丸没有买到，后来想买的时候，价钱已经飙涨了，非常非常的高，在网拍还看到开价开到3-4千块，真的买不下去。后来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推出了这只第二版的星野文奈，最主要的差异还是在于泳装的配色不一样，听说汤口的连接也变小了。魔丸还是没有预购，那是在发售的当天呢，跑去模型店赶快购入。那购入的价钱呢是在1200块，结果昨天到地下街看到这只目前的价钱是在930，其实真的很便宜。这只呢，严格来说也算是第一只需要自行组装的人形啦。撇开 GK 那些不说，为什么会这么的抢手？就连魔丸本身没有看钢弹创作者都购入了这一只，其实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它的技术啦。盒子后面呢就有写出来啦，在肌肤上面的呈现色彩呢是用一层一层堆叠的方式，由深到浅的这个样子让它慢慢透出来，呈现出肌肤阴影的色泽啊，包括一些肌肉的线条。在右边这边呢更是直接用一个没有涂装的状态去呈现，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脸部的这地方呢也有呈现出来啦，这张图看起来有点猎奇的，这个超可怕的。主打呢不用上色，不用粘合，只要简单的组装技巧呢就可以完成一只自己的人形啦。价格上面呢当然又比 PVC 还要便宜，当然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只会如此抢手的原因啦。好，那说了那么多呢，我们还是来进入开箱吧。这边呢就是所有的零件啦，可以看到呢在细节的分色上面真的是处理的非常用心欸，像是泳装的地方呢就有用光泽的方式去呈现出来，那相对皮肤的地方，因为皮肤呢不会反光嘛，所以呢就是使用这种比较平光的方式去呈现啦。这边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细节，透过画面呢应该可以看到整个细节呢阴影的呈现啊，肌肉的表现都非常的到位，非常的逼真啦。大家最期待的还是看到成品吗？在这边呢我们就赶快进入组装的部分吧。这边忘记跟大家说明啦，每一个零件呢都有它专属的编号，只要按照说明书上面剪下去做组合呢，就可以呢很轻松的去完成啦。魔丸的习惯，像这种零件比较少的呢，都会统一先把所有的零件都先取下，取下之后呢，像这边与塑料片连接处呢，都会有一个汤口，这边呢会统一处理完所有的汤口，再来做组装的部分啦。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继续处理我们的汤口吧。The hood, I speak Ebonics. That and economics. Shorty, we can link like Zelda. Die broke, then you a failure. Stack your money up like Tetris.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tell you. Over here, everybody got a gun. My life is golden. Now you wanna know why niggas die? Nigga, I just told you. I told the bitch we need to take a break, cause she a space invader. Niggas do not know the game. Why? Cause they play a haters.
out the water, niggas trying to sink my battleship. Because they bitch been bust open like a bag of chips. NBA Jam, man, bitch, I'm ballin'. Just start the new move, I just don't know what to call it. Man, I swear I lost my man, I had to snap back to reality. I ain't sparing nobody, finish a fatality. Bitch, start trippin', now I'm blue. Mega Man, I can't wait for losing, cause I got too many haters, man. Used to be the paper boy, grew up now I'm Mega Man. Player one, player two, show your ass what players do. Up, down, left, right, hit em with a strong attack. Yeah, I smoke the strongest pack, tell me what is wrong with that. No point in the laundromat, you can't help but honor that. Jam Man, Mega Man, more games than the Sega Man。花了一点时间，终于把汤口给处理完啦。这边呢没有选择使用砂纸，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要花的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原因呢就在于说，像是这种零件呢，如果用砂纸去打磨，不小心磨太深的话，就会把里面的色彩给透出来，那就不好看了。但是呢，这种塑胶组装模型在侧边接合处的地方也有一个还算是蛮明显的线啦，如果在意的话还是得用砂纸慢慢的去把它磨掉，那磨完是觉得还好啦，所以就不会去做后续的处理啦。接下来呢就是组装的部分啦，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昨天呢光是弄完这些就已经很晚了啦，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直接来把它完成，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细节的部分吧。I ain't sparing nobody, finish a fatality. Bitch, start tripping, now I'm blue. Mega Man, I can't win for losing, cause I got too many haters, man. Used to be the paper boy, grew up now I'm Mega Man. Player one, player two, show your ass what players do. Up, down, left, right, hit em with a strong attack. Yeah, I smoke the strongest pack, tell me what is wrong with that. No point in the laundromat, you can't help but honor that. Jam Man, Mega Man.今天的模型开箱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不得不佩服一下现在的模型技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像是这种阴影呈现的质感，甚至不用上色，在最原始的零件就可以制作出来，这种技术呢在以前根本就完全做不到。再来呢当然就是汤口啦，汤口的连接处呢越来越小，而且呢也会尽量在一些看不到的地方，不像以前的钢弹就算是正版的汤口超级明显，而且连接的地方也没那么扎实，
还是会有很大的空隙存在。有在玩模型的朋友，但是还没有购入这一支的话，魔丸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啦。第一支的组装人形，再加上最新的这种阴影呈现的方式，真的要来体验一下最新的这一种模型制作的技术啦。当然啦，你对学姐如果没有很喜欢的话，可以考虑她的第二支即将要推出的角色，就是初音啦。但是呢，价钱上面还是有一些差距啦。以现在可以购入的学姐价是在930块，非常非常便宜。那第二支的目前预购价呢，是在1500块。对，魔丸是已经预购了啦，因为魔丸呢，真的，一方面喜欢初音，一方面很喜欢这种组装模型啦，当然想要来体验一下啦。今天的魔晶开箱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之后呢，一样会再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玩具开箱、玩具分享，或者是魔晶开箱。我是魔丸，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拜拜。对了，抽奖活动持续进行中，天气之子的抽奖活动呢，到10月底啦。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留言处呢点选连结去参加抽奖的影片。风火轮的小车开箱呢，会在下一支影片公布得奖名单啦。更之前呢，还有一个雪初音的抽奖活动，但是那位得奖者呢，一直没有来找魔丸认领啦。魔丸帮你保留到10月5号，10月5号如果你还是没有来找魔丸认领的话，那很抱歉了，魔丸只能把这个奖品呢留在下一次抽奖的时候一起抽出去了。如果有喜欢，千万不要错过啦。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拜拜。